对出边来啊？我都讲爹啊，阿娜讲爹不是阿妈，讲爹不是阿妈。我看下恁家，甲中官有偌会使？中官我袂当二只坐，袂当二只坐。你还当二只坐啊？好，我无安那，我二只坐也袂使。你都袂使。只讲就讲安尼，什么你只官袂讲？你是咧讲啥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卖过好呀啦！啊，我做工地啊，阿娜工地不是阿妈，工地不是阿妈。我咧龙眼就袂使啊，我龙眼会使袂啦。袂使。吓，我龙眼会使袂？小心你剪刀，我去人呢，我去面呢。来啊！即马就龙眼，我看下面怎。甲中官有偌会使？中官我袂当二只坐，袂当二只坐。你会当二只坐啊？好，你要讲来，你要讲。这公社，公社，公社，大家人拢会当使用完。无唔对，你倒底下就唔对。我倒底下啦。你要报告公社，我要跟你做你报告。我无可能，我二只坐也袂使。你都袂使。去只官袂讲安尼。什么？你去只官袂讲？你是咧讲啥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卖过卖过好呀啦。这边我们记者来到三个助理无啦。啊，我。没关系啦，就我知道，嘿嘿，你们就离开了，要不然两个在这边一直在这边吵啊。你不要跟三哥，我这边就对啦，你直接完全没意思啦，哎呐。惠民里活动中心出入口被42岁同姓男子午休躺睡影响通行，里长规劝提醒，双方认知不同，才造成口角纠纷，警方现场劝导后。同姓男子心平气和离开现场，返回工作岗位。啊，麦哥回去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哎呀，哎呀。不会，不会。好啦，好啦，不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不输啊，不输啊。